你们是不是在新加坡开新品发布会啊？所以我们才顺便来度假。哇，好棒哦！好吧 ，Kevin， 沙发归你，小房间归我就好了。我要看肉，别去了，保证你会喜欢的。咦，爸爸。 喂，阿浩，我马上来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不过我知道你们可以去哪。到了，在这边啊，你们可以尽情的购物。那我呢？才不要跟他们一起去逛街，让凡爸爸来，太忙的。我们走吧。 你们肯定会喜欢新加坡的环球影城主题乐园的，嗯，对啊，这个水上探险乐园也非常好玩，你们一定要去。你们，你不会跟我们一起去吗？当然了，我有空，我一定会去。喂，好，我马上来。哦，对了，我会晚一点回来，不用等我。 喂，亲爱的，我订了明天晚上7点半朝夕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单独拒绝，就只有我们两个，好吧，明晚7点半。喂。 对不起啊，我这边临时出了点事情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不好意思，我15分钟后跟纽约有个使命和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孩子们是需要父亲的。北京天气挺冷的，我帮你准备了厚衣服。 我去收拾行李。我不去北京了，我也需要你们。爸，我爱你。我们全家人在一起，一定很开心，是吗？